文殊县胡子哥馕坑肉店今天开坑了啊，开坑了！来看一下啊，1公斤烤肉里面有呢。来来来，朋友们吃肉了啊！今天约肉约肉约肉。来，第一炉烤肉出来了啊！来，朋友们，这第一炉的烤肉啊，就是攒劲儿，我太攒劲儿，大块的肉啊，小羊丸子嫩得很。人间美味，人间美味，一会儿烤肉就没有了，还两块了。来来，朋友们不要错过第一炉的烤肉啊！今天炉子刚开，辣子鸡，辣子鸡，香香辣子鸡啊！吃馕坑肉就到胡子哥馕坑肉，吃辣子鸡也到这个地方，为啥？一绝。